对，你说了，火的，我妈还生病了，啊，你搁哪儿啊？我弄完睡了，现在，你不是看看不中吗？看烂了，再烂我了，然后吃完就睡觉。没事哈，没事。这车，然后那个啥吧。嗯。然后我自己搁那边那个做饭吧。然后不让妈给我做饭了。妈妈早上买早餐，然后中午再起来做饭，太累了。装的在哪块做饭？我那边那个燃气灶到现在还没完呢。我问了问人家，人家说那个燃气，那个燃气灶得100多块钱，然后一直没有安。你今天没事的话，要不你帮我安吧？中，我帮你安你。那得要个管带。中。你等会儿吧，我买个管带，我拧给你。中。辛苦了哈。嗯。电池钥匙给插到了没？插到了。你都得一块帮我点的，姐帮你点吧。嗯，走吧走吧。这个烧菜呀，这不是燃气灶啊，都是燃气灶，俺爸买的，还是新的吗？嗯，把关上给我，给你放这儿。给。走进闹你买的棺材多少钱呢，小磊？买的棺材花18块钱。18。我接好了。
那种特。刚才哭了，高兴了还在，还不是小丸子把我逗高兴了，俺刚自己往后仰了，他以为他要掉下去了，哎，这回不害怕了，你知道我拖着你了，刚刚自己下来，哦，这回不害怕了。好了，好了，嗯，不会漏气吧？不会，上劲了。好，弄上点料，好，个人做饭就弄了。走。